右侧胸痛，听到那个声音呢，闷声闷气的啊，闷声闷气的，那个拍摄的虎心上的那个录像啊，虎心上的录像，为什么闷声闷气呢？因为那个虎心上的那个空气密度啊和地球上的空气密度不一样，所以呢传播的声音就不一样啊，传播的声音就不一样。另外那个火星那个球体啊要比地球结实啊，火星的球体要比地球结实，这也是一个区别啊，这也是一个区别啊，这也是一个区别。所以呢看那个火星录像的时候，看那个火星录像的时候呢，听那个声音就怪怪的啊，因为那个密度不一样啊，那空气密度不一样啊，另外一个地面接触的程度也不一样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。好好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